像这个两堂每一到这个景点都有这个三军机队来交接，吸引观光客来欣赏。暂时国防部甲文化部来协调，规划未来甲这个机队刷起这个自由广场来操演。行政院会伫七月办跨部会会议，谷歌会伫九月十月召开的这个推动转型正义的汇报面顶做最后的决定。动作流利啊，够精致。每家店中正纪念堂的大厅，三军机队的交接，总是有大批游客停落来提手机啊、甲相机来记录。啊，毋过为着落实转型正义，国防部甲文化部协调，规划家机队刷到自由广场来操演。啊，毋过因为户外无遮即个物件，不少民众烦恼机队都爱吹风、晒日、甲雨雨淋。我觉得这边比较适合，他们在站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热啊。下雨，然后你站在外面，有时候会感冒，然后还要站在那边，好像也没有那么人性，在这边好像比较好一点。你移到外面，那个就变成一种只是表演的性质，我觉得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根据了解，行政院七月要召开跨部会会议，就这个议题议事共识，搁伫九月甲十月召开的推动转型正义汇报来确定。所以上紧2024年底，三军仪队交接仪典都会改到自由广场来进行。将三军仪队从离开场地自由广场上面来进行操演，大概已经协调差不多。那什么时候来执行这件事情？最后要由文化部做一个最后的排版。当时专案小组已经决议了，你为什么现在还在追求共识？那专案小组干什么？很简单，最好的共识就是场地关起来。怎么也不必改变，大家都看不见不就好了。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的成员李建新指出，去年会议中也做出三点决议，议题特例是第一阶段，所以就是关于动态大门转型做国家人权园区，拢希望会当加速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